但俾人哋感覺咧，即係開頭第一次見嗰時，咦呢個衰仔咁鬼咁嘅，我係戇居少少啦。我勸你早點歸去，你説你好啊，你向我咩？終於有一日，終於有一日，你就要接受我。悠悠海風，輕輕吹落。我一个人企出嚟是表演的保证，如果我真的不做这行的话，是我自己光荣地下不来。如何知只得轻吻你发边，让风继续吹，不忍远离，心里极渴望希望。即是电影始终来讲都是我自己很尽心的一门第八藝術啦，咁好多朋友咧都同我講就係話，即係如果我唔拍就好有嘥咁。很多尤其是國內的朋友都說，我的形象站出來就很像那種二十年代、三十年代的人物，那可能我前一輩子就是那些。講過一剎那光輝並不代表永恆啊！因為你我記得嗰一分鐘，而家開始我哋就一分鐘嘅朋友，你有少少緊張啦，多。覺得如果做一個好的演員，應該即係咩都要試一下咧。其實一部戲，無論係喜劇又好，係悲劇又好，演員即刻抽離啦。就讓我跟你好好唱一遍的戲，不行嗎？我不希望做陳蝶衣，因為我老實講，我比他幸福太多。聽人講呢個世界有種雀仔冇腳。你只可以一直咁飞啊飞，飞到攰嗰阵就喺风入边瞓觉。鹰雀就一世只可以落地一次，好似就系佢死嘅时候。人最紧要嘅就系你懂得点样去爱人之外，最紧要嘅系你识得去欣赏你自己。当你唔可以再拥有嘅时候，你唯一可以做就系自己唔会忘记。你千祈要记住，啱死嘅叫阿 John。我不是一个贪心的人，我只是想问的就是说，如果有朋友问起你们八十年代香港歌星里面我边几个，你们是这样提下我已好感。我希望你们永远都会记得，因为每一晚你们给我总是一声呼声，我永远都会记住。每一种敬畏